大家好，我叫王一新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我是达华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董事。Sika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，一直以来他不断的创新，提高他的产品质量。这一次我参加了他们的那个 crash test， 我觉得他对汽车玻璃搭建洗轮的性能很注重，像我们也坚持汽车安全的重要性。Sika产品的 quality 和 performance 都很符合我们的理念和需求，因此我们和 Sika 合作已经有30年之久。Sika 是我很信任的产品。Sika 玻璃。